吉他手冲进中央，认真来个 solo 演出，让长进的民众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也许你也注意到喽，这群可爱的阿公阿妈、大哥大姐手上拿的这些乐器，通通是 DIY 的山寨版。有宝丽龙做的法国号，也有水管长笛，但是大家还是卖力演出，逗得全场笑开怀。他们就是按照个龄，就是说你是一龄的，你就表演什么，也顺便就说庆祝我们的耶诞节。这里是台东长滨乡的真饼部落，每一年都会举办这样的耶诞活动，而今年还特别在网络直播，要和大家分享欢乐。很有创意啊，就是村里面的长辈们，他们这样子用环保的材质，然后做成这么多乐器，然后还搭配像就是外国的摇滚乐手的表演，然后就是他们充满活力，整个做得非常的像，即使材质不一样。看来大家对于这样的创意演出都很买单，也已经开始期待明年能够再看到什么样的创意表演。